弟兄姊妹早晨，由我一同起立。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一位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主，而你都是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全能的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以无限的慈爱和信实，每一日都拖带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祈求你也都是保守一个长者，由于他们的身体软弱，他们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是有些有病的，主啊，求你都是保守他们，好像拖带我们一样，你与他们同在。这个时间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分别为圣，蒙你的光照，藉着你的诗歌，藉着你的讲道，你都是打动每一个人的心，你都是将苏牧师交给主你，求你的灵也都是帮助他，释放他所要讲的，也要让我们听的不单单去听，我们都要行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每一次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因为有些人想来他们没有机会，但我们来到，我们真的说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要安静，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将我们以下的时间，无论我们的唱诗，无论我们讲道，无论我们每一个环节，你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有未回来当中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求你都是保守他的脚步，主要都是催促他们，我们现在有实体了，我们都是回来教会来聚会，与你亲近，与弟兄姊妹有相交。主要求你都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次将我们以下时间恭恭敬敬地交给主你，恳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祷告奉救主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殿中来到敬拜赞美祂。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光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
在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以苦难同安享，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以苦难同欢笑，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好，咁样我坐低之前咧，请大家同隔篱左右握下手又好，撞下拳头又好，嗬，打下个招呼。继续，我哋一齐唱，请大家坐嗬。我哋唱《你让我生命改变》。诗歌讲到你恩典丰富，极深厚，每天保守。每一刻供应是足够，夜深和白昼。我哋一齐唱第一节过门，唱第二节，再重复副歌。丰富极深厚，每天保守，每一刻供应是足够，夜深和白昼，颂赞你，让我生命改变，每刻在恩典，颂赞你，万世千载不变，身心皆奉献。普世像天宇，倾覆于世间，细心地把我在看顾，关心无间，怜悯我，让我心心一倍添，愿靠你面对生的挑战，身心皆奉献。颂赞你，颂赞你，让我生命改变，每刻在人赞你，万世千载不变，身心皆奉献。好，我唱另外一首诗歌，就是《复兴圣洁》。一首诗歌讲到：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使我心完全洁净，
赐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作你荣耀尊贵的器皿。我们一起唱吧。
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宝贵基督的圣名。我再次到呢度，将时间交俾主席。但愿我哋每一个人好似呢个圣诗话，我哋为主而活，荣耀佢嘅名。跟住我哋会读一读我哋今日嘅讲道经文。讲道经文咧系记载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嘅。我读单节，弟兄姊妹认双节。我哋读到第十八节嘅。第十一节又话：哥林多人啊，我们同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第十七节就话，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今日咧，我哋有苏国忠牧师喺我当中嚟正道，苏牧师所讲嘅题目就系要分别为圣，将啲圣灵交俾苏牧师。大家好，我哋咧呢个礼拜终于享受到夏天嗰啲炎热啊！见到周生咧着件 T 恤，哇，真系精神啊！我哋先有一个祈祷，好唔好？亲爱的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因为你话你要做我哋个父，我哋可以称为你个儿女，呢个系何等嘅一个福气！全能的父，全能的主，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面前依靠的一位主，我们何等的福气。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好像你的心意一样，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归于你，跟从你，侍奉你，我哋多谢你。求主呢个时候，你安静我哋每人嘅心，你带领我哋嘅心灵，你去思想你嘅话语。求主帮我哋讲说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上嗰一次呢，我哋讲到即系第六章第一、第二节咧，就讲到和平使者佢嗰个生命嘅品质啊，呢一个和平嘅使者佢个生命有啲咩特质去表现出嚟咧？就系佢有一个感恩嘅心，唔单止系一个感恩嘅心，亦都有一个感恩嘅行动，就系咧赶紧嘅把握机会去传福音。佢更加执着一啲甘心乐意。为福音的事工受苦肯蚀底，又藉着一些美好的品德的生活，甚至呢是透过一些呢人家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去遵行圣经的教导的那些情形之下，他们仍然可以去遵行圣经的教导的这样的生活来去将福音表明出来。保罗讲完了一个感恩的人的生命品质之后，其实就是讲出他和他的同工他们对哥林多教会那种的心。跟着呢他就呼吁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幫佢重修舊好，因為喺前書同埋哥林多後書個前面嗰幾章咧，我哋就見到啊哥林多教會嘅人咧，幫保羅咧係有咗好多嘅嗰啲嘅啊，好似一種衝突緊張嘅氣氛咁樣。保羅向哥林多個信徒表明，佢表明咩咧？表明佢話我對你哋，即係對哥林多嘅教會咧，佢話我個口咧係張開嘅，我個心咧係寬宏嘅。咁口係張開即係咩咧？即係口無遮攔，係咪咁樣嘅意思咧？啊，原來呢個口係張開咧，其實係當時佢哋嘅一句成語嚟嘅。呢、这個唔係我哋中文個成語係嘛？如果我哋話口係張開啊，口冇遮攔咧，就係一個負面嘅意思啦。但係呢個口係張開嘅意思咧，就係話一個人講話咧係好直率、好坦白嘅咁樣，有話就直説。但係跟住咧就係、是、心係寬宏嘅，即係話個心胸咧係好寬廣嘅。保罗是一个有话就直说的一个人。读到加拉太书呢，我们都见过一个例子，一个实例。就是当他们见到呢彼得这位大使徒同埋另外一些在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有头有面的人来到安提柯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安提柯，又不记得。那呢在当时有些人呢就帮那些叫做外國人或者外邦人咧，分開出嚟，唔幫佢哋坐埋一齊食飯，因為猶太人有個佢哋個咁樣個做法嘅，就係佢哋唔肯幫啲外邦人一齊食飯嘅。咁本來咧就彼得都幫嗰啲人一齊嘅，但係見到哇，另外有一班人耶路撒冷嗰啲人嚟喎，咁佢哋就走開啦。咁保羅咧就好坦白直率咁样嚟去指出彼得咁样做咧，系帮福音嗰个真理咧系有冲突嘅。所以保罗咧系一个有话就直说嘅一个人，但系佢个心里边系点样咧？系宽宏嘅，就系话佢个心里边咧系冇秘密嘅，冇咩咧心计嘅人，咁样嘅人好唔好啊？有话就直说，不过个心里边咧系好宽宏嘅。好容易咧，係願意饒恕人嘅。佢對哥林多教會去講説話，即喺前嗰幾章，尤其是喺前書裏邊咧，我哋見到佢講話真係好直率、好坦白，但係個心裏邊咧係好寬宏大量嘅。保羅話：我跟住呢節話，我呢啲話咧就好似對自己個孩子講嘅。保羅係用一個好似父母、一個父親嘅心腸對待哥林多的教會，所以呢，他雖然講話是直率，但是心腸呢，是充滿著愛的。無論過去那些哥林多裡面的一些人，對他有多少個不友善的攻擊，但是保羅呢，都願意寬恕他們那些無知。保羅覺得只要他们的行为帮罪恶帮道德无关的，无论他们对保罗是尊重或者是轻喝，保罗觉得都无关紧要。最紧要呢就是那些不是帮道德有关嘛，他的心肠是很宽宏的，他可以包容晒哥林多人对他无论点样唔好嘅过去嗰啲嘅态度，呢、这个就系保罗一个坦率直言，一个心里边充满着宽恕怜悯嘅一个个心肠。让我哋呢喺我哋与人相处嘅时候呢，我哋都学习好似保罗咁样啊，我哋都求神俾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心，一个张开嘅口，同埋一个宽宏的心。张开个口是或者希腊啊，或者希伯来人他们那个成语。那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成语可以似似这样呢？我找一些成语，他就没有什么故事，他就没有什么一个
典故咁樣，不過咧，佢係確實係一個成語，喺啲古書裏邊咧都有咁樣用，就係、是、心無城府，或者叫動無城府。動咧就係山洞個洞啊，或者心靈冇城府。城府係咩咧？城牆個城，府係官府個府。城府咧就係我嚟形容一啲咧。啊，即係官府喎、衙門喎，即係入邊咧好多啲政治啊、嗰啲嘢啊咁樣，哎呀，好多好難揣摩嘅嘢嘅。所以心無城府呢句成語嘅意思就係形容咧一個人佢個心咧唔會好似咧好難揣摩嘅嗰啲城府咁樣咁難揣摩嘅一個心願嘅心，形容咧一個人佢個心無城府，即係佢個人咧你係好容易明白佢嘅。唔使咧，佢講啲嘢咧，你又要去慢慢估下諗下，佢咁樣講呢句話，究竟真係個意思係乜嘢咧？佢咁樣講又係咪咁樣咧？我咁樣講嘅時候，又會唔會得罪佢咧？我咁樣講，佢又會唔會唔高興咧？啊，即係有好多啲顧慮係嘛？啊，但係咧，一個心無城府嘅人咧，就係唔需要有咁樣嘅顧慮嘅，因為佢係好坦率又好真誠，心口如一嘅。為人真誠坦白，唔會有咩心懷不軌，又唔會有啲咩互相好似猜忌咁樣，而且又願意包容寬恕人哋嘅一啲嘅冒犯。呢、這個就係保羅對哥林多嗰啲頂撞佢嘅人，同埋整個哥林多教會保羅嘅嗰個心腸，讓我哋都能夠學習佢咁樣心無城府，得咩？保罗德，保罗就咩德呢？啊，喺哥林多前书嗰啲又讲，佢话人哋点样论断佢都好，佢咧都唔觉得系重要嘅事。佢话等到主翻嚟嗰个时候，评断我哋嘅系嗰一位知道万事同埋监察我哋个心灵肺腑嘅嗰一位主。所以咧，佢觉得佢做任何一样嘢，只要主知道。同埋佢都知道主知道一切，咁佢就覺得咁就夠啦。啊，所以咧佢就能夠心無城府啦。做一個心無城府嘅人，做一個咧口係張開嘅，心係寬宏嘅一個坦蕩蕩嘅人咧，啊，應該係可以好愉快嘅。啊，心唔需要全心咁複雜，啊，心情咧相信會好過好啲，好過好多。即係唔使樣樣咧，我哋幫人家相處嘅時候咧，人哋講啲咩嘢，我哋又驚。哎呀，講呢句話啱唔啱咧？講呢句話得唔得咧？如果我要屈執去踢水咧，我都要嗰啲字咧，好似要鬥木咁，慢慢用咩字好咧？用錯個字又好大件事噶喎。啊，即係諗嚟諗去。啊，如果我哋係一個口係張開嘅，心係寬宏嘅，心無城府，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係人相似咧，簡單得多，咁幾好咧？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都说、啊、我们在世为人呢，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依靠神的恩惠怜悯，不需要这么多的谋算，有神的恩惠怜悯来保守我们。在中国古书论语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君子坦荡荡，有没有听过？坦荡荡这个字我们听过、啊、这个呢是可能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君子相對就係咩人啊？小人，小人係點樣咧？長戚戚，戚戚啲係啲咩啊？長戚戚，耶！呢個戚咧就係、是，譬如有時我哋話心裏邊好戚然啊，啲係咩啊？即係話好憂愁，好唔開心啊！君子咧可以坦蕩蕩，開開心心。小人咧，因為樣樣都要計，樣都要諗，樣都要驚，樣都要算，咁就長戚戚，即係成日都心裏邊唔舒服、唔安樂嘅，就唔係話成日戚下戚下，好似抽筋咁樣啊！真係戚啊，係嘛？真係唔開心。求主幫助我哋，張開個口，寬宏嘅心，充分嘅表達出保羅呢位使徒佢嗰個真，同埋佢呢個人嗰個透明度。好易明白嘅，雖然咧有時佢講話咧係砰一聲咁就打過嚟噶啦，但係咧係可以承受嘅，因為佢個心係寬宏嘅，
啊，如果你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咁你就体谅佢嗰个嘭一声，嚟去呢欣赏佢嗰个宽宏，咁就得啦。跟住呢，保罗喺第十四章之后呢，就系佢就提出咗一个，即系喺上面嗰度十一到十三节提出咗个。去要求呢啲哥林多个弟兄姊妹帮佢重修旧好嘅呢个呼吁，讲出佢系一个点样嘅心肠。跟住呢，佢就向教会发出咗可以讲系两个个命令或者呼吁。不过呢，喺个语气上面呢，应该系可以讲系一个命令。第十四节嘅一开始，第上半节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呢句说话呢，如果你睇英文嘅译本，或者你睇和合本嘅修订版都得啦。我哋睇嘅呢个系和合本啊嘛。修订版咧系点样讲咧？佢话你呢度讲啊，呢度咧系好似有咗少少解释咁样。你们和不信嘅系不相配噶，唔好同父一轭。其实咧和合本里边讲咧就系你哋。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直情好似一个吩咐嘅说话。你哋同埋嗰啲唔信嘅人唔好同父一轭。然之后下面咧就列出五个问题出嚟。其实呢五个问题咧，其实咁样嘅讲法咧，有时你讲话可能你都会试用过，尤其是你好激动嘅时候，呢一啲咁样嘅问话咧系唔需要回答嘅啊，而咧。咁样问出嚟咧，系 expect 对方啲，你咁样问咧，就系认为对方一定只有系答不咁样嘅啫。啊，咁样连续咧系五句嘅咁样嘅说话，咁咧我就将佢咧系分开咗喺呢度。佢话你哋唔好帮嗰啲不信嘅人同父一轭，义同埋不义有咩相交呢？光明黑暗有咩相通呢？基督鄙劣，鄙劣即是撒旦的意思，有什么相和呢？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有什么关系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那全部这些呢，你只能够哥林多的教会听了的时候，只能够每一个问就答 no， 每一个问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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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次。为什么保罗呢要在这里讲讲下，帮他们讲到交心之后，突然间呢他又去提到有这个命令，叫他们要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呢？可能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表明福音的上面，活出福音上面呢，是差强人意的，不是很好的。神的恩典不能够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他们的心亦都是合窄嘅，啊，正如喺第十二节佢话：你哋狭窄咧，唔系在乎我，系在乎你哋嘅心肠狭窄。保罗，我个心系宽宏嘅，无论过去发生过咩事都好，我都系愿意饶恕，帮你哋重修旧好。家阵如果唔能够嘅话咧，系因为你哋个心肠狭窄啫，唔系我嘅心肠狭窄。做咩你个心肠狭窄，冇呢个爱心，冇呢个谦卑，帮保罗重修旧好呢？做咩佢哋唔可以活出呢个福音嗰个个见证出嚟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係佢哋俾世界个价值观同化咗。同化咗就係话捞埋咗一齐啦嘛。所以保罗呢就呼吁佢哋话，你哋要分别出嚟，你哋唔好帮唔信嘅人同负一个轭，捞埋一齐啊！分别出嚟，呢个第十四节，唔好捞埋同埋一个轭嘅分别。然之后咧，我哋读多一节圣经咧，就系喺七章第一节嗰度咧。佢話：親愛嘅弟兄啊，我哋既然有咁樣嘅應許，呢、這個應許係講緊一間十七、十八節嗰度啊，又就應該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嘅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呢、這個咧又係另外一個個吩咐啦。第十四節嗰個吩咐話：你哋要
幫那些不信的人分開，不要同福一鴨。然後這裡說你們要追求那個聖潔，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得以成聖。在消極的方面，保羅吩咐哥林多人，你們要分別出來。在積極方面就要成聖，這個就是我主題裡面分別為聖，要分別為聖。分別為聖聽起來好像一件事，其實可以是兩件事，要分別了然後才可以為聖。分別為聖是什麼意思？這個聖呢，在我們中文來說，我們一聽到這個聖字，我們就會想到什麼？聖人和聖什麼？是很神聖、很聖潔、很高道德標準水準的這樣。咁其實呢，這個固然係其中一個意思，但係當聖經裏面講到分別為聖呢，其實有時都係講到一種宗教儀式上面，話呢一啲嘢呢係特別分別出嚟係俾神用嘅，好似聖殿裏面所有嗰啲器皿呢係分別為聖出嚟，只係用嚟敬拜神嗰時候用嘅。有一啲王呢召職到呢攞聖殿入面嗰啲杯出嚟飲酒嚟用，上帝就罰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分別為聖，那些是給神的，這樣的意思。神的物當歸回給神，這樣的意思。所以分別為聖就是分別出來，將我們這個人從世界的價值觀分別出來，讓我們去單獨我們的心是屬於神、歸於神、侍奉神的，分別為聖。所以分別就是在消極的方面，而為聖就是說遠避那些罪惡，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那保羅所說的，他說你們幫那些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鴨，那個不信的人是哪些人？如果你聽說哇，幫那些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鴨，那我家哎呀，我弟弟未信喎，哎呀，我阿爸未信喎，哎呀，我仔又未信喎，咁系咪我要帮佢分别出嚟啦？哎，如果系仔就哎逼佢出街啊，唔好帮我住啦。如果咧系阿爸咁样，哎呀，我自己搬出去啦，系咪咁样咧？啊，呢个不信咧同埋未信咧，两个系有可以有唔同个系咪啊？未信即系点啊？可能系听日信咧，可能系明年信咧。就保羅所用的不信呢，其實他不是說那些未信主的人。哥林多前書第五章都說，我叫你們分別出來，不是叫你們幫那些未信的人都分別，這樣的話你離開這個世界啦，除非因為在這個社會上面，我們一定會遇見那些未信耶穌的人，反而我們要幫他們接近你才可以傳福音嘛。所以這個不信呢，其實保羅指緊的在上文和前書裏面那一些呢，反對保羅所傳的因信稱義的道理的那一班人，還有挑戰保羅的使徒身份的那一些人，不單止不承認保羅是使徒，還說自己才是使徒，保羅說那些人是假使徒，就是那些呢甚至是為私人的利益来去侍奉神的那一些，保罗所讲的不信就是那些。他说那一些人是不信的，他不是未信，他是直接是不信的了，他是敌挡神的，这些人你不要帮他同父一鸦，这样的意思。在这里14-18节，保罗先有了一个命令，说你哋幫不信嘅人唔好同富人握，然之後講出一個消極方面個嗰個原因，就係話五個，頭先我講嗰五個問題咯，義同埋不義有咩相交呢？光明黑暗根本唔可能相通噶嘛，有光就冇暗，有暗就冇光，基督同埋魔鬼唔可能相和噶嘛，信主同埋唔信主，呢度唔信主呢就係嗰啲不信嘅敵擋神嗰啲人，有咩相干，有咩關係呢？神個殿啊，呢度有舊約嗰個背景，都猶太人一聽到呢度嘅時候，神個殿呢係唔可以放偶像喺入面。但係呢喺王國嘅歷史裏面，曾經呢好多啲王，甚至猶大國嗰啲王呢
都竟然間咧將嗰啲外邦嘅嗰啲好邪淫嘅拜偶像嗰啲偶像放喺聖殿入邊，呢個咧就好得罪神。所以去到耶穌嗰個時代咧，嗰啲猶太人咧係經過咗亡國之痛之後咧，佢哋係非常著重呢件事。神嘅殿裏面唔可以放偶像嘅，所以神嘅殿同埋偶像有咩相和呢？然之後保羅話：，我哋就係神嘅殿啊，神嘅靈住喺我哋裏面啊，所以我哋裏面唔可以有敵擋神嘅嗰一啲偶像嘅咁樣嘅意思。所以喺負面，即係負面嗰度咧，就係嗰個原因。做咩要分別為聖啊？因為冇相干噶嘛，喺嗰個生命嘅本質上面是不和諧的，甚至是對立的。而正面那方面呢，保羅說我們就是神的殿來的、我們是神的殿來的，神是要住在我們中間。跟著保羅呢連續提出了一些呢，就是那個舊約的一些經文。不過呢，他不是說即係你唔可能喺舊約裏面揾全書聖經揾到，呢一句咁樣啊，幾個地方夾埋你去低喺一齊，因為嗰陣時保羅冇 Google search 噶嘛，保羅冇經文類篇噶嘛，嗰陣時個人係羊皮卷噶嘛，所以好多時候咧，保羅引用聖經可能係憑佢個記憶去熟讀咗聖經啊，佢就引用出嚟，就係、個意思就是分別為聖呢個咧，係有舊約聖經個教導嚟去做一個支撐嘅。神係咁樣吩咐我哋嘅，要分別為聖。我哋生活喺呢個時代咧，其實係好容易俾呢個社會好多啲唔同嘅價值觀咧，慢慢咧係潛移默化咗我哋，使到我哋咧對基督對聖經嗰啲要求，我哋睇輕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过我就想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用一个一个旧约里面的历史人物呢帮大家看这件事。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这个约沙法是谁呢？是大卫王的后代来的，大概是第五第六代这样。即是大卫之后所罗门这两个王呢，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大卫统治下的那四十年，所罗门那应该都是四十年，总之大卫所罗门的朝代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就好像汉朝唐朝对中国人来讲，那个是盛世来的，贞观之治对中国人来讲，那个是盛世来的。你叫什么人啊？唐人。你叫什么人啊？汉族。做什么叫唐人的呢？因为唐朝很强盛嘛。那个是盛世。对犹太人来讲，所罗门大卫是盛世时代。但是过了这两代之后，到罗波安就慢慢一路落。不过那起先那几代都只是还是有些好的王。约沙法呢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在道德上面，他没有去他两个祖先大卫那么那些品德上面的道德上面的错，他亦都没有所罗门那些的错。他呢做王的时候呢，就用他那个做王的那个权那个方便来去在全国进行宗教的改革，除去了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东西，甚至呢是叫好多啲祭司咧嚟去走遍猶大國，嚟去教導人去認識神個律法。哇！真係一位好嘅喎。佢唔單止咧喺宗教道德上面好，神亦都賜福俾佢咧，佢個國勢都好強盛嘅，所以可以講話國富民強、國泰民安咁好嘅一個王喎，咁好嘅一個王。最近咧，我讀到歷代志下嘅時候啊，十八章第一節嘅時候，佢話咧，約沙法好強盛、好尊榮嘅時候，跟住下邊嗰句咧好出奇，就與亞哈結親。哎呀，佢已經好強盛，好就與咁樣做咩咧？咁強盛、咁有道德規範等等啊，
就去做一件咩事好事啊嘛？應該點樣叫就與亞哈結親？亞哈係邊個咧？亞哈就是北國以色列嗰、那個喺整個以色列北國嘅歷史裏面最壞最壞嘅嗰一個王嚟嘅。佢個太太係咩名咧？叫做耶洗別，係一個非常壞嘅女人添。約沙法咧就幫呢個亞哈同時代。亞哈就呢個紅色咧就係個女性嘅，就係耶洗別啊，紅顏禍水用嘅紅色啊。啊，佢呢個亞哈娶咗呢個耶洗別，就將佢嗰啲個邪淫嘅宗教帶入去以色列，以色列根本都係唔敬拜耶和華神噶啦，所以咧當時係好敗壞嘅。而約沙法既然係咁敬畏耶和華，竟然間咧走去造訪撒瑪利亞嚟去咧去訪問亞哈啊，亞哈咧哇大即係劏牛殺羊咁樣招待佢，然之後咧向佢提出一個要求，誒、哎、我想去打個基列嘅拉末，你肯唔肯幫我一齊聯軍啊？咁呢個約沙法點樣講咧？好，你個軍隊就係我個軍隊，我個民就係你個民，我個兵就係你個兵。哇！即係叫咩啊？軍事同盟喎、哦。但係咧，佢又不嬲敬畏耶和華，佢就話：喂，不過我哋都問下神好啲喎，即係問耶和華神啊。呢度有冇耶和華嘅先知啊？咁樣咁呢個黑亞哈咧就話：佢就揾曬佢嗰啲拜巴力嗰啲先知嚟。咁咧嗰啲拜巴力嘅先知咧就係、是。一味讲好啊好啊好啊，我哋打一定赢噶咁样。咁但系咧，约沙法呢度，佢觉得呢啲系 A 货嚟嘅喎，呢啲系都唔系敬拜耶和华，都系要听一个敬拜耶和华个嗰个先知啊，有冇啊？有，不过我就系憎死嗰个人啦，因为嗰个人咧口好臭啊，因为咧讲亲我嘅嘢咧就从来冇讲吉言，即系冇讲一啲好嘅话，讲亲都系空语。讲真都系唔好嘅，所以我唔中意佢。唉，王你唔好咁样啦，即管叫佢嚟，咁啊叫嗰个人嚟嘅。咁嗰啲人去叫嘅时候咧，预先提醒佢：喂，个人咧都讲话可以去打，咁样你唔该识多一啲啦吓。咁样好啊，神叫我讲咩我讲咩。咁啊去到咯，啊我哋读圣经咧，其实系因为啲字印咗喺纸上面啊嘛。你读圣经，你会唔会听到圣经啊？听唔到噶嘛？如果间你听到咧，就有啲聆听版，系一啲人读翻出嚟啫嘛。我有几个聆听版，有一个如果你想学国语咧，嗰个聆听版相当好。不过咧有少少我唔系几中意就系、是、新约我就唔听佢啦，因为咧扮演主耶稣嗰个我咧读嗰啲咧读到好似，哎呀真系。唔知點講，好似好乸咁樣，即係好慢，即係唔得，好難扮出嚟咁啊！事實上係，當我哋讀聖經，我哋唔知道嗰個人當時啊，佢講説話，佢用啲咩 tone 啊，用啲咩語氣啊嘛。我哋講話咧，你好咁樣，你好，好唔同個啊！一早晨，鐘哥你好咁樣，你好啊，即係。你寫出嚟，你唔知道㗎嘛，你聽嘅時候聽佢點樣講啊，你知道佢心諗乜嘢喎。咁呢嗰個先知嚟到呢，可唔可以打？可以，一定要贏㗎。我唔知道點樣嗰啲語氣啦。一聽咗之後呢，亞哈話：嗱，你睇下，我都話俾你聽啦，對約沙法講，呢、這個人從來唔會講好話。我究竟呢指咗你幾多次，你先講實話呢？咁樣好啦，呢、這個先知呢就講實話咯。就長話短説咧，就講俾你呢場戰爭咧，梗衰嘅，輸硬，同埋亞哈要死嘅咁樣。咁咧，呢個亞哈咧就好嬲喎，好暈咗起身，甚至嗰啲假先知仲去拍佢、冚佢一巴添啊！暈咗起身，咁呢個先知話，嗰、那個亞哈仲話吩咐啲人追質佢，俾佢食唔食得飽，餓又餓佢唔死，又唔俾水佢飲。等到我翻嚟咁样，咁呢个先知啊！如果你翻得嚟咧，就系、是、神冇藉着我讲说话啦吓，咁样咁当然阿伯翻唔到嚟啦，翻唔到转头啦，因为死喺沙场啊嘛。咁既然有咁样一个活生生嘅先知喺度，即系咁
咁活生生係一個講法啊！約沙法應該醒定啲啦，係嘛？既然佢話要問耶和華先知，點不知呢？佢都係去打喎、啊。仲弊，如果你讀你自己睇落去咧，有啲你好似好激心啊！呢個亞哈話：，幫阿約沙法講嗱，我咧就想我唔穿朝服，即係我唔穿王服，我要改裝。有你咧，你可以照舊穿王服。啊，呢、這個係好陰啊，係嘛？即係啊，即係人哋想擒賊先擒王都揾唔到我，你死先咯咁樣。佢又去喎、啊，佢都去喎、啊。咁結果咧，嗰啲兵真係圍住佢追佢。咁咧到佢好危險嘅時候咧，佢就呼求耶和華啊！嗰啲人咧就離開佢啦。啊，呢、這個係神使到嗰啲人離開。咁我諗，究竟做咩啲人？當佢一呼求，啲人又係咪醒？呢個一定唔係亞合咁樣咧？會唔會？亞合唔會呼求耶和華噶嘛？呢、這個人呼求耶和華，呢、這個人唔係亞合噶啦，呢個係猶大王嚟嘅。Leave him alone！唔好理佢啦。咁樣嗰個亞合王喺邊度啊？揾唔到啊，因為佢著咗平服或者普通軍裝啊嘛。啊，點不知有一個人咧就唔知見到一大堆人咁啊，隨便拉弓一射。啊，有一句話咧，即係有時我哋講啊，時候未到，時候一到啊點啊，點都走唔甩啊。聽唔聽越南話？越南话有一句咧，即系每一种语言咧，佢有一啲文字咧系好妙咁去表达一啲嘢噶。啊，每一种话都有嘅。在叫艾尼亚，阿 Ruby 识唔识明明个意思啊？咁好似啊，即系话咧个天叫到你咧，你就呀，即系越南话个呀咧，就好似英文个呀，即系 yes 咁样。上天一叫到你，你就要去啦，咁样嘅意思。啊，亚合咧就想逃避啊嘛，佢知道啊神耶和华嘅先知已经讲明咗佢要衰噶啦呢次。点不知咧，佢想逃避，有人随便一射，射正佢个要害，咁佢就死啦。好啦，约沙法唔死，翻翻转头，神咧差遣先知嚟指责佢，醒啦，指责佢都未醒喎。最慘一件事是什麼呢？他的兒子是約蘭，他又幫亞哈耶洗別做稱鏡，就呢娶了亞哈的女兒叫做亞他尼亞。好了，到約蘭成繼做王的時候呢，他的太太是亞他尼亞，是跟他媽學那些拜偶像那些東西。所以呢，当约兰一做王的时候呢，你看历代志下18-23章好黑好生动的故事。他一上王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能够我想象出来，亚他尼亚呢就帮老公说，喂，你这么多叔仔我都觉得不是挺安全啊，你的叔仔很多啊，这样识到啦。这个约兰一做王的时候，将他全部的兄弟杀了，稳阵嘛佢。咁即系话呢，约沙法好地地咁敬虔嘅人，佢呢因为帮一啲敌挡神嘅人为友，冇分别为圣，跟住下一代呢有一个咁样嘅心抱，就将自己嘅全部嘅仔杀晒，剩翻呢个仔。咁呢个仔呢，神就罚佢啦，因为杀晒自己兄弟嘛。结果呢，佢只系做王8年病死。病死之后呢，个孙做啦，呢个阿哈姐个妈妈系边个啊？呢个咯。咁呢个阿哈姐呢，只系做得1年个王，即系就战死沙场。战死沙场，照理就应该阿哈姐有冇边啲个兄弟呢？可能呢啲兄弟唔系亚他尼亚个亲生噶嘛，所以呢个亚他尼亚呢，就好似中国个武则天咁样啦。啊，佢系由犹大个武则天啊，佢咧就将个仔死咗啦，就将皇室里边犹大皇室里边全部嘅王子杀晒，只有一个咧就系因为阿姑姐咧将佢收埋躲藏起嚟嗰个约亚斯，就留翻一条命种。咁呢个故事俾我哋睇到咩咧？本来一个咁好嘅王，咁成功的王，
就是因为他帮恶人没有分别出来，他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所以好人被坏人累，可以说是结果呢就带来一个这么大的灾祸，全部的仔死了，全部的孙剩下一个。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对大卫承诺了要保守这个家族的话，真是灭门了。而只是因为他没有分别为圣，只是因为他不肯帮那些恶人、不信的人、敌挡神的人划清界线。今日对我们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各样是挑战基督教价值观的那一些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基督和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怎样维持呢？好好读圣经，你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你才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什么是我们不要去碰，不要去捞埋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自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吩咐我们要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你的话语有一种渴慕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去潜移默化，让我们时常去跟着圣经的标准来生活。我们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讲到读圣经呢，下一个礼拜呢，或者这个礼拜四大家要那个读经表就读完。咁啊，五号系七月一号头一日，下一个礼拜一我哋就开始新嘅一个，咁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将个读经表派俾大家，咁你读咗嗰啲咧，请你交翻嚟，下个礼拜咧一齐庆祝一下啊！多谢大家，好多谢阿苏牧师俾我哋嘅信息，让我哋一齐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复兴圣洁》，我哋头先唱过嘅。再俾多个过门啊！Say
心中的圣言，是我心完全洁净，赐我重新又清洁的灵。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言，将我焚烧毁灭，在你荣耀尊贵器皿。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中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神高居基督的圣名，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高举基督的圣名。请坐。跟住是有些家事的报告，代表教会是欢迎弟兄姊妹出席今天这个崇拜。下一个主日呢就是七月了，是有圣餐的主日来的，请大家预备你的心来的领受的圣餐。这里呢第二项呢就是有那些施食人员呢已经登了出来了，下个星期的，如果是请你自己留意，如果你有得的话，你请早点通知林海波弟兄。奉献箱仍然都是我们没有收奉献这一栏的，那是你出去的时候，出面门口那里有个奉献箱，那你自己可以将这个奉献放在里面。今天下午两点钟有召开执事会，不肯网上来都是召开的。第五項呢就是七月份的聚會呢已經登了在這裡了，剛才已經說過下個星期呢就是聖餐的主日了。每個星期三8:15有網上的來到祈禱會，如果得的話請大家弟兄姊妹都好在網上來到參加這個祈禱會了。長者團契每個星期六，不是每個星期四 一點我們是有長者團契的，現在回來的長者呢都有幾多的，20-30人的，其实人手是不是很够，但我们都会尽量做得好。我们很希望大家在祷告上面来到是为这件事，为这个外展工作来到是祈祷的。那些婆婆公公他们回来，我们都希望来到是传得福音，我们尽量去传福音。是啊，中文团契了，以前呢在疫情时间 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月只是一次的团契举行的，但现在回来实体了，我们每个月有两次的崇拜，回到以前这样的，逢每个月第几个礼拜？第二和第几？第二和第四。那七月已经登了出来了，七月第九号就是第二个礼拜，我们有个步行活动的，12:00-3:00，详细情形就要问陈桂香，还要报名的，因为我们是预备你们要交费给陈桂香姊妹，她会预备午餐给我们一起在那里大家来到去吃的。7月23号晚上7:30，我们有个医学讲座，有一位很专业的医生在这里讲什么？老人痴呆啊
老退化，有时我自己都话：哎呀，我可能系老人痴呆。而家唔系叫老人痴呆噶咯，叫做咩啊？阿兹海默系咪啊？阿兹海默症好听啲系咪啊 ？OK， 如果你哋冇翻团计都唔紧要，都可以翻嚟噶，系啊，听下呢、这个专题讲到啦。咁我哋第六项呢，为到有健康嘅长者嚟到系祈祷啦，你祈祷上边。亦都为到建芬嘅妈妈啦，知道我唔知道出咗院未喎，未 ，OK， 喺你祈祷上面都系为到建芬嘅妈妈嚟到系祈祷。又有啲补充嘅就系、是、崇拜部，就系、是、话已经将七月至到九月份嘅司职人员嘅人名啦，已经登咗喺出边嘅告报栏嗰度啦。如果你是不得的话，或者你出发，或者是有些什么，你预早跟林海波讲一讲，他会跟你调一调动的。那你出去留意，七月至九月已经登了出来的了。没什么特别报告了，那请各位起立，我们唱赞美诗。跟着苏牧师祝福。赞美天父。世慈恩，赞美耶稣大颂恩，赞美圣灵爱我谋生，赞美三位合一。请大家凭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散会。